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是关雨晴吗？这里是民航医院体检中心。嗯。啊，是这样的，你的体检报告上有点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下班之后来趟医院吧。好，下班就去。哟，哎呀，阿姨，雨晴啊，这么早去上班啊？啊，有点事儿，我出去一趟。啊，等一下，你姐姐和你姐夫后来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姐搬出来住了。他们要离婚，不好说。反正这个时候两个人分开住，多冷静一下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是是是是是是。哎呀，清风啊，最近太忙了，你看连家都没回。哎呀，你看你们家呢，你看你弟弟三天两头的出事儿，你姐姐姐夫又出了这种事儿。哎呀，清风也顾不上你，帮不上你忙。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他帮忙，我们现在各忙各的，这样不挺好的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挺好的。但是我自己想啊，我觉得你跟清风你们两个各自吧，都适合找一个那个工作清闲的人。你说一个忙事业，一个忙家庭，两全其美啊。啊，不过我就随便说说，你别往心上去啊。没关系，阿姨，你随便一说，我也就随便一听。我先走了哈，您忙着。好。怼我。